Sorry 大家好，正系我 Watcher胡伟聪啊，今日同大家嚟到呢个 BTS National Stadium 嘅站睇一睇。咁呢个站隔篱咧，正正有间百货公司商场啊，佢里边都几多嘢卖，都几多本地人光顾。咁究竟里边有咩卖点，同有咩嘢食咧，就要睇一睇啊。正所谓嚟到 BKK， 点都要去 MBK 啦，冇错，名字就系 MBK 啦。 嚟到泰國曼谷玩，點都要買翻一啲蜜乾翻去做手信啦。如果唔係，點膠袋啊？咁呢啲 mouse 乾啦，呢啲魷魚乾啦，跟住仲有呢啲乾嘅冬蔭啦嚇，仲有呢啲嘅生果乾啊，各樣啊，全部有齊喺呢一度買就 OK 啦。買埋啲包先得啊！睇下大家，你哋今天起至到呢個2月底之前嚟到依家店鋪買，只要 show 個 video 就可以得到。 罗望紫糖一盒啦，记住系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啊吓！哇，甜铺拿紫菜脆饼，仲要加埋咸蛋黄味喎，哇正喎！嗱，查实 MBK 商场里面嘅呢间店铺之中都有好多有趣嘅手信，值得大家买翻去送俾亲朋戚友，等我入去拣下先得。 大家嚟呢度買嘢咧，除咗帶錢之外，最緊要帶牌嘅手提電話，因為點解？我嚟 show 我個 video 啊嘛 ，show 個 video 俾佢哋，於是乎咧有啲特別嘅優惠咯。咁但係咧係至到2月底之前嘅嚇，記住啦噃。即係唔講你唔知喎，喺 MBK 商場之外，竟然有間咁靚、咁豪華、咁grand嘅 SPA 同埋 massage 地方啊。咁裏邊裝修層次靚之餘咧，做個按摩價錢都唔貴喎，有幾唔貴？600匹一小時啊！ 除咗按摩嘅地方靚之外咧，原來呢度仲有兩間獨立嘅房俾你做 SPA 出門喎。呢間房你會見到咧，哇，仲有埋個沖涼缸。而呢一間雖然冇沖涼缸，但係都有淋浴設施喎。價錢係幾多咧？3000匹2小時，咁靚嘅地方俾你做 SPA 出門，簡直抵啦！若然嚟光顧之際咧 ，show 下個 video 就會有啲特別優惠，究竟係咩咧？你到時嚟到未知咯。如果大家想食好啲，甚至乎食 seafood 海鮮嘅話，呢一間都可以試一下噃。哇！剛才咁猛火去煮碟飛天通菜啊，一定超正啦。跟正係價錢，其實咧都只不過係200匹喎，抵食啦。除此之外咧，亦都係我好喜歡嘅，就係呢個咁大隻嘅河蝦啦，價錢幾多？700匹，喂，咁嘅價錢 OK 啦。再加上冬飲冬湯，你估幾多錢？220匹啫喎。咁又。 或者呢個辣味炒蜆，價錢都只不過係呢個240匹，呢個炸魚價錢都只不過係480匹喎。最重要咧就係食物夠新鮮。咁所以咧，你中意食海鮮嘅話咧，呢度咧就啱你啦。嚟到呢個光顧之際咧 ，show 下我哋嘅 video 咧，就可以得到優惠咯。究竟咩優惠咧？你嚟過咪知咯。一嚿水港紙唔使去打邊爐，究竟食啲咩？睇下你咪知咯，就係呢間啦。 嗱，剛才見到咧嗰 set 嘢啦，連埋菜同埋佢哋嘅豬肉啊，價錢都係260匹，見到咧係咁滾下滾下咁樣。原來佢哋個湯底咧正正係呢個雞湯嚟嘅嚇，佢嘅調味料咧係秘製嘅。嗱，我自己個人食就唔講，而係唔講衞唔衞生啦，就咁擺落去啦。唔好俾啲顏色嚇親你，一啲都唔辣。 仲少少酸酸地、甜甜地，咁平，嗰日咁大食，咁樣唔夠食點算咧？唔緊要喎，呢個係細碼，佢仲有中碼同埋大碼添。各位觀眾睇下呢啲中碼嘅 size 啦，見到嘅豬肉啦，同埋呢個海鮮咧，價錢360匹，而最尾呢碟咧牛肉啊，價錢就380匹嘅。中碼唔夠食咧，食大碼嚟呢一份咧，價錢460匹喎。於是咧，你食火鍋也可以，食其他咧都冇問題。仲有喎，你喺2月底之前咧嚟呢個光顧，只要 show 我個 video 出咧，仲可以免費送你一杯椰子刨冰。嚟到 MBK 商場必定要光顧嘅就係6樓嘅 food court 地帶啦。呢度嘅嘢食咧種類繁多，價錢咧都 OK 啊。本地泰國人都嚟食，咁貴忌有個鋪啦。嗱，香港人中意食嘅豬手飯啦、海南雞飯啊、啲湯麵啊、河粉啊、冬陰功啊，甚至乎木瓜沙律各樣各樣咧，呢度全部都有。最緊要就係方便，唔需要專登搭9個字車去食啊嘛。其實 MBK 商場裏面呢一個所賣嘅食物咧，大概每碟都係
係五廿匹左右，不過有少少可能會貴啲，譬如依個大蝦嘅咁樣，咁大隻蝦梗要貴啲多。食邊樣嘢先好咧？梗係唔食依啲，我食呢、這個。但超邪惡嘅榴蓮糯米飯，哇！嗱，除咗剛才嘅美食地帶咧，呢個零零舍舍個鬆咧，專係賣甜品，舉例有依啲泰式嘅甜品，都係幾廿匹有交易噶。睇下大家由今日開始至到二月底之前咧，嚟到呢度只需要將我哋嘅 video show 俾個職員睇，就可以免費贈你一個椰青，不過數量有限，送完即止啊！MBK 商場之內咧，有一樣好有趣的事情咧，就係遊客滿啊，可以免費喺度擺低啲行李四小時啊。如果超過四小時或者要擺一日，咁梗係要俾錢啦，100匹一日啦。又或者再俾多少錢，可以幫你送埋去機場添。地點咧就喺六樓之上啊。查實呢個 MBK 商場仲有好多嘢買同好多嘢食好多嘢睇嘅，究竟仲有啲咩？你自己睇下咪知咯。嗱，提下大家，你呢度除咗咧喺呢個 National Stadium 嗰個站行過嚟之外咧，喺曬咁嗰邊行過嚟都得嘅嚇。好，開始走啦，拜拜。